个今天这个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杂志啊，能够挖掘出新人啊，那我们就要也希望将来还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啊，能够让年轻朋友能够来有机会啊，能够来参加。很开心也很荣幸，然后可以参加这个活动。第三名得奖的是蔡宇珍，恭喜！谢谢尖端出版社给我们这次的机会，那也带来我很多机会。不远地已经得到第二名，也很开心。谢谢。你是王总茂，然后我是运气比较好，真的。三届串美人的什么奖？有特色奖。恭喜，就是有这个特别的奖，然后希望在《俏女生》杂志有所好的表现，然后谢谢大家。第三名得奖的是陈怡君，恭喜！好好讲哦，然后我也更加油，谢谢。张元珍，恭喜张元珍。谢谢大家，就是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也希望说可以以后可以在这个圈子多多发展，谢谢大家。三届《俏美人》选拔第二名得奖是唐薇，第一排。第二拍，哇，好可爱哦！第三拍，耶耶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要颁发很重要的第三届恰美人第一名黄英杰。不过呢，在颁奖之前，我们要先请刚刚的立问帮我们为英杰戴上皇冠。欢迎黄英杰，黄英杰，也再度欢迎立问为我们送上皇冠。这是一个最高的荣誉，恭喜，好美，谢谢谢谢。接着就要请我们的尖端出版集团首席执行长黄振龙先生颁奖。拥有小麦色肌肤的英杰，让每一位合作过的摄影师都赞誉有加，多变的风格成为英杰得奖的最大主因。谢谢大家。首先我想要谢谢就是秀可的编辑们，然后还有长官，然后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戴。放好进去。我觉得美的，我觉得